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安装一个无线摄像头啊，就是它是支持无线的，今天把它接上有线，因为这个用有线网线它更稳定 ，7P 的，然后呢就给它安装在这个角，主要就是照这个棚院，这棚子里边养的是羊。打满点，别打皮了。那我那是对了，不得啊，上不上也不得啊，他说弄上下墙。出了半个眼来，64G 内存卡，把这个装上，别磕磕了了，别白费了。这个大概装上吧，可以循环录像，一般就是5-6天是没问题的。把这掰开。把杆儿上去。那变成恒定啊？300万夜视全彩摄像头，摄像头夜视效果很不错。现在开始扯网线，把网线拉上，用网线的效果更稳定，不容易掉线。对，等会放到放定上，直接都进到屋里边了。咬住吧，一刮风刮掉了。这是海康电源，电源安上。好，现在摄像头已经都安装好了，这个是电源，网线都跑好了。摄像头下边两个是 LED 灯，上面两个是红外。这是一个麦克风接口，上面还有个喇叭口，就是可以语音双向对讲的。这是个全彩的，啊，对，扫一扫，扫一下这个之后，在手机上下载个软件。哎，行，把这个软件下载好以后，扫一下二维码，添加，来，这就是找下来那个头，行。有哈，注册成功，绑定成功。行，画面已经出来了。啊，现在已经都调试好了，可以语音对讲，使用是非常方便。300万像素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视频今天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